以后我的电话必须你接。哦，你吃醋啦？安宁卫。 去洗手间了，我一会儿就给他送回去。不用了，我去接他。爸。哎呀，太晚了，徒弟，我打个车回去就行了。但是你喝酒了，不太放心。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他呀。 那行吧，我送你们俩一块回去。不用了，拜拜。大沙婶的车呢？ 为什么初恋能帮你接电话？那我的工作电话经常他帮我接啊。你们就这么不分彼此吗？不能这么说吧。以后我的电话必须你接。哦，你吃醋啦？哎，你说你这么优秀的一个人，你怎么会喜欢我呀？ 大概是因为你的死缠烂打吧。你的死缠烂打不足以让我动心，但是你的真诚可以。现在主持人也蛮难的嘛。不是被你调教的吗，苏老师？那你说说我这个老师都教会你什么？还教会我如何去爱。 爱是无条件的信赖，爱是勇往无前，和义无反顾的等待。你是 rapper 吗？够，我很喜欢。不管以前怎么样，以后我们一起义无反顾，一起往直前。